一项事，我捌对耶和华求，我犹原比伊爱得着，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，看伊的阳光照亮伊的地。你所拣选，伊予你亲近，伫你的耳内，即号人福气，我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。咱三个来吟圣诗，圣诗181首，圣诗181首。俄罗主耶和华，俄罗主耶和华，欢迎听谈的歌，在大会中，我爱表扬，予人看，感谢唱歌，请起立转手。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，予阮满足。
照你苦楚愿的日，照阮拄着患难的年。愿你所做对你的路步显现。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。耶稣魔鬼伊要赢，伊要牵我手，伊要牵我手，伊要牵我手，因为耶稣疼我到底，伊要牵我手，请起来歌唱。
只个草木土石还袂设立的时，你着准备好个最远万世代徛起的所在。即款的稳定，阮伫遮大声学好，你是永远的上帝，全能的爸。总是阮也伫最近连日来所发生的代志，阮亲像是看到你所发的圣地。阮对你发圣地来感觉够惊吓。伫遮日子以来，阮看到一件比一件搁较严重的贪污弊案。阮看到一层比一层搁较恐怖的凶杀历史，阮看到一层比一层搁较凄惨的大楼崩倒、都市的爆炸，阮看到一片搁比一片搁较残酷的国际的枪声甲炮弹威胁，阮嘛看到一尊比一尊搁较凶猛的传染病的病情。主啊，刚刚这就亲像是摩西所讲的，阮一切温暖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，刚刚这下日拢经过伫你的保守。主啊，你讲你要牵阮手，因为你捌甲阮讲过一个比喻，你讲有一个人伫葡萄园内底种一丛无花果树，三年内无结果，半粒果子，伊就叫迄个果园的甲撮掉。果园的讲，搁等一年，将我甲土埔山甲地落肥，若是明年又还无法度结果子，才来甲撮掉。主啊，伫你这个比喻内底，阮亲像是迄个园的主人。当阮看到手内所做的树干一直无进展，阮就想要规丛甲撮掉。当阮看到阮所仰望的政治出现贪污，当阮看到所仰望的社会出现腐败，所仰望的国际出现战争，所仰望的世界出现恐吓，所仰望的健康出现威胁，阮嘛想要拢总甲撮掉。当阮亲像迄个园的主人失去仰望的时，伊牵着阮的手讲，搁等一年。等我把头骨松，等我把地落肥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的信心不够，也感谢耶和华的雨水一直拢落伫你所应允的土地。主啊，伫这个比喻内底，我嘛亲像是迄丛枯的果树，我无静静按耳孔听你的呼召。我亲像是迄丛枯的果树，树时啊树时伫园内底，三年无结果子嘛，犹原无要无紧。当我看到政治的贪污、社会凶恶、国际的战争、世界的恐吓、健康的威胁，拢并无威胁到阮的生活时阵，阮嘛亲像是一丛无花果树，打算要阁照安尼，舒适啊舒适来过阮家己的日子就好。主啊，下面阮亲像一丛无花果树，一丛无花果树，专员毋知影伊无用错掉，是因为有一个故乡的替伊祈祷。阮嘛袂记得阮有今仔日的场面，拢是你坐伫专员的爸的大面，伫替阮祈祷。你牵着阮的手，拍拼把阮的心骨伤，把阮的灵都归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的意志的软弱，也感谢耶和华的主啊，一直拢有去杀着伊的百姓。主啊，伫你这比喻内底，我嘛亲像是迄个过门的。阮今日时间无进展，可能是因为阮一直拢用着过去旧的方法。阮亲像迄个过门的，虽然知影三年来拢无结果子。伊嘛伊有安尼三年来拢用着共款的方法伫种植。当阮批评即个政治的贪污、社会凶啊、国际战争、世界恐吓、健康的威胁，阮干那伫嘴内伫谴责遮歹。阮亲像是迄个故乡的，三年来干那还向阮所得到的树种无够好，阮袂晓更新阮家己，阮无想要改变阮家己的方法。主啊，下面阮伫三年来。亲像迄个故乡的，干那想要用同款的老方法，就想要孝顺，要改变无结果子的事实。当阮由树迄丛无花果树结袂出果子的时，感谢你牵阮的手，给阮一个新的挑战，刺激阮用新的方法来做出新的结果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总是习惯伫过去的安全内底，却毋敢来面对新的挑战。也感谢你好无遮所出来的肥甲怪，我阮伫挑战内底，咱体会到无共款的结果，必须要无共款的方法。你予阮林后生正做新做的人，予阮不断的灵命更新，不断的结出圣贤的果子。主啊，你照着苦楚愿的日，照着阮拄着患难的年，就亲像照着无花果树无结果子的迄三年，阮要对遮来得着欢喜。因为阮知影你所摆设的遮个条件，正正是要经过阮手来所做个工，就亲像你予迄个故乡个知影，
如花果树无结果子，都爱抽掉。安尼讲的才知影，都爱去甲佛陀去落跪。我知影你要牵阮的手，啊，一定要放过阮的手。你要好，阮诚做你所听闻的，所以我要因为安，因为耶和华来欢喜，万事拢欢喜。主啊，我特别要伫遮感谢你，搁再一遍找见王牧师来到阮当中，来传讲这个万事拢通欢喜的信息，求你的信心甲阮同在，让阮伫信息内底，特别对你遐来的帮助的困难，让阮伫未来这一礼拜会当万事拢欢喜来面对一切的挑战。我安尼祈祷，感谢甲感恩，拢是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Amen.